好，就是一个角到这儿，另一个角到这儿。然后呢，如果说多加一格，就多增一个积分。多加一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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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加一分。那谁搞得赢谢欣姐姐啊？我的妈！吃饭赢啥？新哥赢定了，新哥完全可以把腿放在后面。你可以。I can do it, but now 但是、不行。对，但是他的衣服没穿对。我们后面还有那个一涵先上，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先提到这个十二。就是得一分，就是你这个脚站在这儿，然后另外一只脚要在这儿，对不对？对，对，就一只脚在这儿，另外一脚在这儿。曲英姐，你拿的谁的鞋子啊？曲英姐，我拿的一涵的鞋，我的，我的。来，我们每个宿舍直接派一位来吧，你先来吧，谁敢去、来给我们打个样，我可以吗？你给我们打个样。哎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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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要扶我吗？你要扶我吗？需要扶的话，我需要，要是需要扶的话，我就统一都扶一下。那我想走一圈，我是来赚分的吗？对，都扶一下。一个，好，一分，两分，三分，三分，四分，五分，六分。你说这能比吗？好，三号宿舍加六分，感谢星星老师的示范啊，谢谢。太厉害了吧，六分！朋友们，安全第一啊，没关系的啊，咱就是一顿火锅，咱就是一顿火锅。接下来的三位宿舍，三个宿舍的三位代表，来呀，你们好，到我们的彩华。来，大家看好了，只要到十二，只要能到十二一下。一下就可以啊！加油加油！哇 ！OK， 挑战成功！两十二，好，到台！再往后，再往后，可以的！可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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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了，到十二了，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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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！该我了！哦，真可以！可以，我等一下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好，可以补啊！可以，可以，我知道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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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这儿等着呢，厉害！这条腿不行，但我这个 OK。哇！好厉害呀、啊！小七，我跟你说，我们面纱组他还是最硬的呢。啊！哪里表演一个给我看看？他是最硬的，不要最软。大姐。我懂，我懂，很硬，很硬。好，那刚刚呢，我们第一轮的所有挑战已经结束了，积分情况我们可以看到，三号宿舍遥遥领先。首先祝贺三号宿舍。